好，各位同学们、老师们，大家早安！很高兴今天又是星期一了。那我们要进行学生招会，首先我们要进行颁奖。今天很高兴我们东山的陈校长，特别到学校来，颁发给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东山的入学小六的基本能力的检测，得到很好的成绩的小朋友们。好，那这些小朋友们等一下呢就会由我们陈校长特别来颁发这个奖状。那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的画面，你可以看到前面的画面呢，现在我们的姐妹校东山跟南山都好多人了，你看我们上面的东山整个那个楼梯都是挤满了学生，可以说东山的这几年的表现真的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优秀的，他们的课程也都一直跟我们衔接，所以这边再一次的感谢我们东山陈校长对我们育才毕业生的一些努力跟照顾，特别感谢我们陈校长。那现在我们要进行颁奖了，我们先以掌声欢迎我们陈校长。那这位同学可以看得到我们前面的画面，我们又要先颁发的是那个二等奖还有三等奖，三年学杂会全免，得到奖学金1000元还有500元的，来，我们现在请我们廖宏宇，好，还有杜月君、张立邦、林玉成、林成玉，还有吴希瑞，好，来，请来，请进来，好，请站起来。好，我们要接受陈校长给我们颁发奖状跟奖金，好，说谢谢哦。
谢谢陈校长，谢谢。恭喜我们所有的学员。好，来，请起立。好，先找这边。好，先找这边。好，好来。好，你们附中区东山以后每个学期都有提名1万元哦，看哦，好。以上呢是我们参加东山基本能力检测获奖的同学。那接着呢，我们请我们的陈校长来为大家勉励，谢谢。潘校长，还有我们的所有老师们，所有的小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校长，校长，今天呢非常非常荣幸哦，能够我们在上个礼拜的小六基测里面，我们的育才小朋友获得非常非常好的佳绩哦。从刚刚呢，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表现，我们可以知道，哇，这个老师们非常非常的用心哦。那每年获奖的一年比一年好，那今年呢又比去年好，表示呢小朋友们比学长姐呢表现更优秀哦。好，那我们现在呢，低年级或中年级的小朋友们，你们要跟大哥哥大姐姐们看齐哦。哦，也要谢谢老师们对大家的一个指导哦。那也要谢谢爸爸妈妈们，他们也非常辛苦哦。那在汤校长的领导之下，我们育才越办越好。谢谢我们所有老师们的指导，感谢，谢谢。好，谢谢我们陈校长，感谢陈校长在百忙之中特别到学校来颁发给我们的学生奖励金，还有入学的优待可以说是真的很棒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我们陈校长。我们要颁发的是整洁秩序的比赛得奖的班级。那我们整洁秩序得奖的班级有整洁方面6红5蓝4黄3赤2蓝1赤秩序方面，我们得奖的同学有6蓝5赤4蓝3人2赤1蓝恭喜以上的班级，我们现在颁奖给这些班级。好，来，坐，来，坐，好，这边坐，要了哈，好，
讲算好，请坐下，好来坐下，啊，坐坐坐，好，好，现在是我们讲算。